这是画架吗？这里不是画架，其实就是可以用隔板把那个空间区隔出来。隔板长什么样子？隔板在里面。我这样录可以吗？可以啊。OK， 我让他了解。OK， 隔板长，隔板是会区隔空间出来就对了。所以它就是满版的，会让你整个空间隔掉。什么意思？它就是顶到最上面，然后让你整个把空间、那板上不能做，只能贴，也不能贴。贴也不能贴。之前我们办画展的时候，他们是用那个 S 钩挂在这个板子边缘。OK OK。因为这个板子是吃地板的受力，它不是承受那个轨道的受力。Okay， 好的，好，所以。空间可以自己去隔，如果它是二十几幅大小的作品 ，OK。然后画架这边是不那个什么？它通常怎么吊画？怎么吊画？是用那个钢丝那种？对啊，可是钢丝那种我们这边没有。那之前这边办展览？之前他们要不然就是自己带，然后之前也有老师他是自己带那个鱼线过来。鱼线的承受力可以到那种有框的。之前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。OK，反正我先了解这边有什么需求，然后我再去找资源。好，那所以如果他在这边摆了画，然后旁边又会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他摆衣服，所以这样的是 OK 的吗？可以啊。那这边会有贩售行为产生吗？三楼通常是没有，老师会希望可以贩售吗？就是我们希望这边可以让人家现场可以买，当然现场会有一定的量，然后如果卖完了，我们还可以让他怎么讲？订，然后我们晚上就可以去那边印，就隔天就可以再补货。可以啊，就如果说要在这边展示，然后如果有民众询问的话，可以跟他们就是可以直接购买。所以消费行为是要在这一层，还是要在一楼？如果要在一楼的话，可能要再跟一楼的那个负责窗口去签一个合约。像是。就是我寄给那个代销合约。OK OK 好。OK。那个的话就是抽成嘛。对，售出一件就是抽3000。OK。对。反正这边自己去定价，然后把那个比例定高就可以了。对。好的。那你们这边衣服都卖多少钱？大概。T 恤的话。T 恤都大概差不多800-1000。OK，好，那是基本款还是它是特殊编织或者是？这是基本款，然后就是比较特色的印花。好的，是数位纸喷吗？应该是数位纸喷。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大量找代工的厂商，如果你那边有设计师想要做的话，我们这边会有很多便宜的方案，因为我们正在冲业绩。因为其实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，确实我要找那个。印 T 恤，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想到。没关系，前几天吗？没有，大概是九月。那我们9月5号寄一台来。然后那台$60,000。真的啊？对啊，我等一下在网上寄资料给你。张制作人，你好。哎，你到底叫什么？啊，香菱，好像是那个，香菱好像是那个小恶魔。好，请说。好，你请说。是周二、周四还是24、25？哦，好，礼拜几？童装的吗？它是3、4。就是因为那我们前面没有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，因为早上他应该把它挖起来就可以了，反正先跟他讲就好了。对啊，你们大概是10点、11点还是中午？好的，好的。没有，如果让他早点知道，他可以早点睡觉。对，反正你希望有谁要在现场，就是画家小李、我姐，对。
对，在我们公司。对对对，对，那我们可以先加工，对对。你说，比如说他要画小林，这个动作嘛，我觉得。